在场啊，还有很多人都在场。对啊，所以是有规定，我去看球赛他不能去。他们俩有没有认识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说不定他们也有交叉的朋友啊。但是台湾那么小，我跟阿良真的很少在聊天。我可以把我们对话给你看，我们不是在聊小孩，就是在工作的事情。所以那天丁春廷在场，他在场啊，还有很多人都在场。对啊。所以是有规定，我去看球赛他不能去。想说你们就一直在同那爽，篮协有这样的规定啊，我们朋友就都是同一群啊。对啊，我是说他跟阿良可以认识一下。他们俩有没有认识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说不定他们也有交叉的朋友啊。但是台湾那么小，对啊。你跟他会聊李静良？我跟你也很少在聊李静良吧。对啊，我没事跟人家聊他干嘛？ Emma 很常退回来在抱怨他爸爸，就是我们会比较常聊李静良，但我跟其他人很少聊到李静良。所以他当天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去球场，就是跟你一起。你知道为什么那天去是我是去 Meta Water， 那我女儿是去看帅哥，那阿良是以的他应该什么，反正他也是厂商的身份去，对，因为是嘉士美的厂商嘛。那大家不要忘了，篮协的现在一个其中的负责是我们自己的好朋友，叫王志群，所以我们很多朋友是去捧志群哥的场，所以这中间的关系很多错综复杂，所以我们大家都会互相支持，这就是一个树状图。对，那个图哦，那个图也包括丁春婷在里面啊，因为大家的朋友就都是互相认识的啊，对啊。他不是为了你才出现在那，我又没有上场打篮球，去干嘛？你跟阿良聊过几句吗？我不知道跟他聊什么。是朋友啊。我跟阿良真的很少在聊天，我可以把我们对话给你看。我们不是在聊小孩，就是在工作的事情。我们很少在聊别的事情。他也没有问你特别。我们就很少在聊这个事情，因为有什么好聊的？对啊，那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啊，我也不会去问他的交友状况，我不会问他现在都跟谁出去喝酒，我不会问他说都在跟谁讲心事，这不干我的事啊。